全部马匹准备妥当，第七场赛事跑马地银屏千百米嘅路程准备好。你一开闸嘅时候啦，咁前面快啲嘅马咧，咁啊见到外边位置香港兴旺啦，响佢外边仲有喜多型啦，再数翻入边嘅马啦，中档有呢只就帝胜神驹啦，内栏就系一人马人强马劲啦，咁啊中档位置咧仲系火红人，出边就二宝嚟噶，咁啊内栏位置大约喺呢个第七位有劲感啦，再数中间圣歌儿啦，尾四就梦仙，咁啊尾三咧就系呢只活力欢腾啊。咁啊，暫時殿後嘅馬匹咧有呢只醒目名驅啦，同埋嗰只包裝鬥士嚟噶。好啦，轉緊呢個咧就係千二米彎啦。前面帶頭嘅馬匹咧有呢只帝勝神驅啦，跟住第二位香港興旺啦，內欄第三位係人強馬勁啊，出邊第四位咧有呢只就喜多型啦，再外邊咧三搭喎有隻二寶啊，黃三嗰匹啊，再數中間位置就火紅人啦，內欄就勁感，再數中間嘅馬匹啦，尾五度咧仲有聖歌兒響出邊啊，又係三搭就夢仙啊。尾三內欄活力歡騰，後面兩匹馬醒目名驅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包裝鬥士嚟噶。好啦，跑到去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前面帶咗出嚟嘅馬咧仍然係呢只帝勝神驅放出嚟佔先咗半個身位度啦，跟住喺第二位有香港興旺啊，再見到後面嘅第三位咧出邊位置咧就係呢只二寶啦，內欄人強馬勁，中間喜多型，後啲嘅馬仲有火紅人，內欄黃三咧就係呢只勁感啊，中間位置咧就係聖歌兒，後面四隻馬內欄活力歡最出梦线，尾二醒目名驹，包尾包装斗士。好啦，入正正去直路啦，前面透出仲系帝胜神驹啊，接内栏追紧上嚟嘅马有劲感啦，外边冚上嚟啊，最出有火红人，中间喜多型啊，埋边圣歌儿追紧，跟住圣歌儿出仲系醒目名驹，最后一百米圣歌儿打两边之后咧，跑马地银屏就赢紧噶啦，第二名嘅马睇系边只噶啦，大外档嘅火红人，内栏就系劲感，中间咧就人强马劲啊，咁啊结果呢只圣歌儿以一个相当嘅轻松姿态。一個閘，撻一撻佢就搞得掂啦！一路喺個二搭嘅位置，一穿上嚟就贏出呢個跑馬地銀屏，跑第二名，火紅人最出喎，埋邊係勁感，中間人強馬勁。聖哥兒真係成日捧呢個杯嘅喎，連續三屆係啊，都係跑馬地銀屏嘅盟主。回飛啊！火紅人雖然沿路三跌，但係臨尾都衝翻上嚟，有翻個第二，埋邊勁感第三。人强马劲啊，跑第四。沿途三点唔系最 hurt， 最 hurt 你睇佢转嗰个弯啊，真系，哇！以为冇咗啊，都唔知道去咗边度，跟住突然之间又见翻面咁啊。系啊，好彩俾佢补翻条 Q 脚啊！吓，睇下佢预计派彩啦，跑第一名嘅七号嘅圣歌儿，动人派$80，位置派$30；跑第二名嘅四号嘅火红人，位置派$20；五号跑第三名12号劲感，位置派$40；五号连赢位四搭七派$277；三蒙彩七号、四号、十二号派$7,586；单 T 嚟派$1,427；位置 Q 四搭七派$105.5；七搭十二派$160；四搭十二派$129.5；跑第四名嘅十号嘅人强马劲。啊，方家柏呢一隻又幫佢帶嚟頭馬啦，冇錯啦。今日就兩個 win， 而家55場啊，追近大魔噶啦。如果話賽又整埋嗰隻有心人啊，不得了啦，真係。有心人我都中心啊，今日獲得$17，好啦，唔好講啦，四連環得$1,821。咁就會非常好睇啦。係啊。啱啱好就係安全得隻新力應啊嘛，嗰度一來一回啊嘛。四重彩派$44,556，今日都好多熱辣辣嘅馬喺度，有啲安全啊、有心人啊，咁頭先大勝利咁都叫做補翻條 Q 咯。好啦，跑馬地銀屏啊，咁啊真係又係你啦，聖歌兒。跑開級制賽嘅馬，咁啊今季就一啲表現就麻麻地啦。得個近咯，其實佢唔係輸好遠，佢個名次就輸得遠，但係其實佢嗰、那個馬位佢就唔係輸得太遠嘅。跟住就賽前試翻課閘，嗰課短閘都試得唔錯，咁啊呢場就贏得都輕鬆，贏兩個馬位。咁如果杜麗來唔係咁跑，應該就唔會贏兩個馬位咁遠嘅，真係嚇都嚇死嘅。其實如果你揸住佢做膽，我哋四重彩我哋都話啊四號膽咁樣啦，子健。哇！見到隻膽沿途唔知點解走走下走咗三碟，恭喜曬蕭家嘅蕭生，就呢個跑馬地銀屏啦。
今晚都兩場啦、啊，最中意聖哥兒都係同一個家族嘅，咁啊方就係靠呢兩隻啦。好啦，福榜完不派彩作实，位置 Q 四搭七派一百零五个半，七搭十二派一百六十蚊，四搭十二派一百二十九个半。四连环派一千八百二十一蚊，四重彩系派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六蚊。拉宝六场一，七场七中奖派八百八十八蚊，六场一七场四安慰奖派一百一十三蚊。马铁派四万七千六百一十六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都可以睇下个巡逻影片啦，咁啊到底佢哋点样走位咧？早段都几立乱嘅，以为啲快马会积极啲抢啦，咁但系嗰只香港兴旺系骑啊，但系就唔系好走到出嚟啊。后面起多型亦都系啦，咁啊中间我哋见翻咧就系梦仙啦，二宝都今日快咗，但系顶咗喺个三四搭嘅。咁啊喺佢隔篱就火红人啦，而且帝盛神驹都话我又走啦，入边有只人强马劲啊。咁啊再后啲贴栏面箍啊鼻箍嗰只就系劲感啦，然之后隔篱就系圣歌儿噶啦，梦仙拖翻落去尾四位置喎，蚀咗入去喎，就系呢一只咧活力欢腾嚟噶咁啊。跟住見到醒目名區包咗落尾就係嗰只包裝鬥士嚟嘅。大家可以睇下杜利來嗰只火紅人啊，好好地係啦，佢一路跟住起多型嗰個位係咪有係咪咬你啊？即係杜利來係咪即係點係都要出咗去嘅咧？爸爸又嗌咬啊嗰度係嘛？即係搬到人哋之後就攞咗你嗰個位，所以當然翻嚟都贏甩啦。咁但係你個嗰個走位你係咪好牙煙咧？俾人感覺佢可能感覺開邊嘢啊嘛，可以借係嘛？再睇翻頭先起步之後冇幾耐咧，其實當只帝盛神驅香港興旺埋咧，起多人未有耐埋嘅。嗯，佢根本係可以跟香港興旺嘅。係咯，同埋你想移出去，你唔使咁早啊，係嘛？你早已經要出去。飛個彎，開面有個向你啊嘛！你真係跟住飛個彎就飛到咁大，哇！你真係好彩擺到條 Q， 如果買咗 Q 嘅朋友啊，真係要玩還神啊！真係，只見要去還神喎，係咯。咁啊，睇下啦，呢度入边只劲感喺度摄啦，火红人啊兜出去，跟住潘顿喺中间嗰度捐啊，同哇撞开咗只劲感啊，跟住一爆爆上嚟赢甩你。蔡明士都跟住佢条路上嘅，佢好似跟迟嗰啲喎，人哋走咗去先跟咗落嗰个位嘅喎。阿潘顿望一望阿杜利来，不过人强马劲咧，佢跑谷草系执起个身嘅，呢只马都系唔好翻翻过嚟，睇个样都。我哋睇个分段时间啦，十三秒四八，廿二秒四半，廿四秒五六，廿四秒六二，末段十三秒一九，总时间一分四十八秒三，总时间咧就系